旗袍設計全港小學生邀請賽，今年我哋好開心收到近1300份嘅作品，經過我哋校長、三位副校長、我哋中史科主任同埋視覺藝術科主任咧精心評審之後咧，我哋咧就揀出以下嘅作品。我手揸嘅就係冠軍作品，佢係黎日朗同學，佢嘅作品名稱係《生活精彩》。人間温暖。在我手上的是亞軍的同學，他是鍾榮熙同學，主題是積極樂觀，愛心滿人間。季軍的同學是廖多玉同學，他的作品主題是水中的荷花。而殿軍的同學呢就是梁海晴同學，他的作品名叫做關懷他人的緣。恭喜曬四位得獎者，我哋前面咧亦都有另外嘅十位得獎者咧係獲得優異獎，而再前面嘅十位同學就獲得良好獎。頒獎禮咧會喺7月16日，我哋會邀請所有嘅得獎者咧係親臨到我哋學校咧一同咧去分享呢一個慶典嘅，希望咧到時見大家。